节咧就系晨光娱乐新闻热点啊，罗剧真搞笑啊！咁我咧话说喺寻日开紧会嘅时候咧，咁我收到一个短信，系咁阿就同我讲一啲古希腊嘅传说啦，咁啊照睇啦，照睇啦咁，睇睇下嘅时候发觉，咦唔系，佢哋系讲紧喺嚟紧啊吓，即系10月10日嘅上昼10:10咧，如果同你中意嘅人手拖住手向天许愿咧，你哋嘅愿望会成真，仲话咩愿望都得咁，究竟系咩事咧？喺电话旁边呢两位歌手朋友咧，相信会知得比我更加多。介绍一下先，分别有钟一健 Jason， 早晨啊 ，Jason。Hello， 早晨大家。你好啊。系，另外都有你嘅拍档啊，麦贝儿 Karin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早晨啊，早晨。早晨啊，喂，究竟咩事咧？呢一个古希腊嘅传说，不如你哋两个解释一下啦，好唔好哇正啊！其实今日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啊，但是我哋一个即系我哋今年第一首排台歌的一个 MV 的首播，咁就是一个网上的嗰啲叫咩咧？一个网站啦，系啦，即系睇短片的网站啦。其实讲得嘅即系 YouTube 啫嘛。YouTube 我咁就，以为 brand name 唔讲得，冇问题，一啲啲啦吓，你哋好难拿捏呢样嘢。系啦，咁其实入面咧就系一个故事嚟嘅，咁个故事咧就系讲，其实系话我哋两个即系男女主角啦，咁中咗一个魔咒，就系因为咧我哋收到呢个 message， 即系 exactly 系你睇到嗰个 message， 但系因为我哋 ignore 咗呢个 message， 所以咧我哋咧就有呢个恶运嘅降临啊，因为我哋太过少看呢个 message， 咁咧。所以我哋其实就要一定要拖住大家隻手，如果唔拖住大家隻手呢，就会变成我哋灰飞烟灭啦。哇，啲message 咁紧住啦，去到係啦，见过星子喎，你哋嗰啲连仲读嗰啲连锁 message 要send俾唔知几人嗰啲。係呀，咁所以我哋就想即係同观众互动啲咁样囉，即係所以就觉得我哋喺 MV 入面会收到呢个 message， 喺现实生活入面呢大家都可以一起感受一下那个感觉咯。嗯，你有冇识个 follower 先？你收到？我冇啊。咁大胆，你识个 follower？ 通常如果你 follower 呢啲 message 出去咧，人哋会觉得点啊？我惊人哋秒嘴我啫嘛。我都有 follower 呢个 message 出去，咁但系我系信教噶嘛，即系基督教。咁啲人就话：点解嘅？你信主噶？点解你信呢啲嘢嘅？跟住我话：其实咧，我有份写条呢个 message。咩话？其实你话咩啊？佢有份写，我仲有份写。哎呀，搞笑啊！跟住我话：喂，咁做嘢啫，咁样。咁其实今次都系除咗话希望做到呢一个嘅宣传啦，即系可以即系周围 send 下呢个 message 之余咧，亦都系为到今日啦，阵间吓大概仲有半个钟头左右啊，10:10咧，你哋会有一个系就系网上嘅首播啦。呢一只微电影系分上下集嘅噃，系咪啊？哇，微电影就要分上下集啊？系啊，好微啊！系啦，呢啲唔系讲嘢嘅，系啦，呢个系分上下集嘅。咁但系我哋即系我哋嗰个 concept 咧，就系其实上集入面呢就会有一啲故事情节嘅发生啦，咁都希望其实係係下集都有，咁就睇下大家即其实大家都有份去研究嗰个结局出嚟嘅。我哋係即上集之后就有一个游戏玩啦，咁玩完之后呢就去到睇下大家出嚟嗰个结果系点，然后你就去决定下集嗰个结局系点样放出嚟咁样咯。嗱，今次咧我哋玩上集啦吓，集中讲下上集啦。咁主要嘅背景音乐啦，或者个故事都会系范仲淹呢一首你哋两个嘅合唱歌啦。咁又讲下究竟呢一首歌嘅合作，因为其实你都经常咁感觉咧，系拍住档一齐去出 show 又好啦，见传媒都好，都好多合唱歌喎、啊。你哋两个系咪紧住都会嚟紧，全部都系继续你哋两个合唱噶啦？其实主要主打嗰啲都会系合唱噶啦，但系今次我哋碟入边都当然有自己嘅独唱，好似上一只咁样咯。系，咁又讲下范仲淹呢一首歌啊。范仲淹呢首歌其实我觉得呢首歌都几正，因为其实一路以嚟我哋都好甜蜜，系咪？咁但系不和啦嘛，已经不和啦。系啊，今日不和。同埋其实我哋一路以嚟都好想唱嗰啲咧，即系啲吵吵闹闹、嘈完翻嚟，我觉得唱得好 high 啊！其实你好开心啊，真情不自禁咁自恋讲，可以发泄下。我见到你微电影里边咧，第一咧就有好多嗰啲即系扮系生活照啦吓，咁、你两个之前唔系一齐生活噶嘛？
其实影嗰啲生活照咧多唔多噶？你哋即系多唔多时间要周围去影啲生活照啊？哦，我哋嗰日个 M V 其实上集都拍咗24个钟噶。哦，系啊，咁所以。系啊，咁你影埋相又要做少少戏咁样，其实都比预期嘅长咯。即系初时拍实冇谂过系咁。同埋我见到咧，就系而家咧好中意咧，有啲画面咧，明明一幅相嚟嘅，定咗嘅。但系咧又可以会转到 angle 喎，即系譬如嗰幅相系我遮住阿嘉明嘅头，咁慢慢移开咧，就见到我啦，又见到阿嘉明个头咁样。其实嗰啲系用咗一啲特别嘅手法咧，定系话你哋系用最原始嗰只系扮唔喐咁样咧？唔系，即系后期做后期嘅同事嘅努力嘅呢啲。系，因为我哋自己觉得好似成科幻片咁。系啊，我觉得呢种系呢种手法几特别噶。系啊，唔知点样做。我自己都几中意，因为其实系啦，因为其实同事不断都其实都好会想谂好多桥啦，然后放喺我哋 M V 入边，即系对于我哋其实我哋睇 M V 都睇得几重，因为都想用 M V 嚟吸引多啲人去留意我哋咯。嗯，同埋其实M V 系可以令到嗰个歌曲嘅故事更加完整嘅，我觉得，因为又有加即系歌曲本身有字啦，咁又加埋画面，其实大家又会了解清楚多啲嗰首歌其实讲乜咁样咯。咁你而家系咪拖住手做呢个访问？是的，我們現在是灰飛煙滅的嘛，許願的了吧，是吧？許什麼願啊，你們兩個？我們許的願就是希望春節大賣。真的搞笑啊，對的，不是說報答回出钱嘅人啊嘛，咁啊喺迎接阵间可以人听住《风骚快活人》啦，同时之间咧欣赏你哋呢一部微电影嘅首播嘅同时咧，阵间会可以听埋呢一首。中国人系咪计十点搭十咁样？十点十分唔系啊，十点十分啊，十点十分啊，十点搭十又再播多次系嘛？好，咁啊今日多谢晒钟欣倩 Jason 同埋麦贝儿 Karin 呢个时候送上有你哋嘅呢一首新歌《繁重筝》，多谢晒 ，thank you， 继续拖住手啦，点二睇 YouTube 啊，几十点二睇 YouTube 啊，继续闹交啦，你两个闹紧啦已经，拜拜，拜拜。他并未太紧我，我都知道。但是你只爱做我前度，他只有些基本质素，如何及你好？我会再三乞讨，是你将他当宝，不要强装苦恼。是你那日抉择了的不可申诉，爱是有态度，为等而等却害人。如点燃若隐，只得讨厌没有感觉，或者是反重生，活生前要变做了敌人，或我该摧毁你，但我不忍。若早玩完只留空灯，这结局延续了，别好心走。自问已经到热爆程度，偏偏看到拖手拥抱，如何自处好？其实你相当好，但你都走了步，他却眼光独到。若有每日照料你的他很周到，我亦会看好。为等而等却害人，是我一走一脚令你牺牲，威逼等于点燃若人，只得讨厌没有感觉，或者是反重生，活生前要变做了敌人，或我该摧毁你，但我不忍。一早玩完只留空灯，这结局严尽了，别好心走近。也想得到，日某地已经已完，某日某地我已经惨到，就这样老套，令到光阴。
众生，忘掉最初的掌印，无谓记得那夜。